去外边看啦。嗯。不好啊，病福味来的，很不健康。病福味。2024年的二黑病福星在东南方，它代表疾病、伤痛和意外带来的影响，尽量避免办公室、卧室或灶炉落在这个方位。如果无法避免的话，健康方面则需多注意。病象浅中医，而病福位不宜动土装修，也应该保持整洁，不要摆放杂物。另外，正西方是五黄煞位，代表意外、灾祸、官司以及血光之灾，这个方位同样也不适合动土，否则会容易带来厄运和不安，导致意外发生。要化解这两个方位的煞气，可以摆放天圆地方，这有助于抵挡凶煞，提升健康运势，保护家宅平安。而如果真的有必要动土的话，则可以咨询专业的风水老师。